Nokia 新旗舰机，防弹背盖，照相超强。微软吃下 Nokia 后，昨天在台发表全新 4G 旗舰手机 Lumia 930，作业系统采用自家 Windows Phone 8.1，搭载5寸 1080p OLED 萤幕，内建高通 2.2GHz 四核心处理器，2GB 的 RAM 及32GB 记忆体，主打2000万画素卡尔蔡司光学镜头 ，F2.4 光圈，双 LED 补光灯及 OIS 光学防震功能。前置视讯则为120万画素 HD 广视角镜头，为对应杜比 5.1 环绕声道录制。手机正反面共内建4颗麦克风，绝佳的指向性收音，连细微的声音都可录进去。另外也支援无线充电与 NFC。在台推出的颜色有黑、白、橘三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背盖采用独特具碳酸酯材质，除提升手感，更具备超强防护功能。这是一个橘色的，另外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材质，它是可以防弹。Lumia 930单机售价18,900元，下周开卖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